然后我一会儿也是给大家带来三个宝贝，有第一个线上的韩舞类似的吧，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哦。嗯，喜欢主播点点关注哦，点点直播通知比心。OK， 我要第一个表演了，表演第一个舞蹈。谢谢宇哥哥，谢谢新人哦。嗯，我第一个表演结束了，谢谢 M， 谢谢，我英文不是很好，谢谢你哦。嗯，好，然后喜欢主播的话点点关注哦。嗯，然后我们这边也长期招场控嘛，谢谢大家。嗯，比心哦，让我传会儿。哦 ，Superstar。你就快速问到，你点我的关注哦，好不好？因为我刚才搜了一下，不知道是哪一首歌。你点一下我的关注，然后一会儿直播间我跳给你看哦，可以吗？嗯，比心。好了，我要第二个表演了，跳个韩舞的吧，完整的韩舞，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哦。嗯。
我第二跳完了，谢谢。尴尬舞是吗？你们不喜欢看韩舞吗？你们喜欢看什么？谢谢何宇轩墨，谢谢你哦。喜欢主播点点主播关注，点点直播通知，每天晚上都会跳舞哦。他们喜欢嗨 ，OK， 三三了，谢谢哦。再来个嗨的吧，好吧。刘卓瑶，我要开始了哦。
多，我只是想热火深深地看着我，别躲在阴暗角落，那处理热情刺破的心寒了我。Crazy, you know what, baby, you know what, you are like a sexy pushy cat. You are so sexy. You really make me crazy. You know what, baby, you know what, you are like a sexy pushy cat.